大夫人，毒药。温姨娘，你还有什么话要说？怎么了，姐姐？你怎么还没有休息啊？温婉，你别演戏了，我最讨厌别人用我弟弟来威胁我。这包药我会交给侯爷，这就是你要害大夫人的证据。侯爷，宁钰轩，怎么回事啊？大夫人和雪小姐她……不对，表哥，温婉要挟我给大夫人下毒。仙婆，这就是毒药。侯爷，婉儿是被冤枉的，婉儿没有。你别狡辩了，人证物证都在，你还想怎么说？婉儿从来没有想过要给大夫人下毒，你口口声声说这就是证据，可这里面是我辛辛苦苦求来的灵芝粉，根本就不是什么毒药。温婉，你还能把黑的说成白的不成？你，温姨娘，既然这是灵芝粉，我收下了。是毒还是药，一验便知。鬼白，去找个大夫来。是。啊，不必了。宁钰轩，是我错怪了温姨娘，抱歉啊，误会了你的一片好意。既然是好心，可以正大光明交给夫人，为何要深更半夜给牵连雪？大夫人之前误会过婉儿，婉儿不敢亲自拿给你，害怕大夫人觉得是婉儿没有安什么好心。况且这灵芝粉来之不易，我给大夫人送了一份，给侯爷也拿去了一份，但恐怕早就被侯爷放到角落里积灰了吧。温姨娘以前确实给你送过。是这样的，你明明刚才还用我弟弟性命来威胁我，你怎么这么能装呢？你弟弟来了，这是喜事啊，你为什么不和大家说呢？你，侯爷，你知道吗？行了，此事到此为止。是我们大意了，回去再说。